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的赛罗奥特曼来到了海边玩啊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吧。哎，这里呢有一个 TNT 的炸弹，来啊，把它打碎啊。这个 TNT 呢，可能是用来对付这个怪兽的吧，对吧？你看那边还有一个。你看这个岩浆池旁边呢，有三个人站在那里啊。哇，那三个人是干什么的？来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啊。哇，这几个人有点奇怪啊，看到没？哇，不是吧，你看到没？这好像是一个这个什么小鸟一样的啊。哎，这些人呢长得是真奇怪啊，对不对？喂，啊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好吧，原来是坏人来的。你看，他们打死我以后呢就走了，看到没？哇塞，不是吧？我在海边竟然还能遇到这么厉害的怪兽啊！来，带上我们的这个狙击枪，向前靠啊！嘘，我看一下他要去哪里。走，慢慢的过来。哎，这些人呢？你看，在这边。你看，这边呢还有一个，看到没？啊，好，消灭了一个。但是还有两个哪里去了？走，没想到是在这边啊！你看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好吧，啊，又把我打死了，我是真受不了了啊！这次过去我一定要消灭他了。哦，这个是我刚刚的，他把我打死的，你看，哎。总共不是有三个的吗？啊，我是消灭了两个啊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个跳到水下面来了吗？看一下有没有啊？他不会跳到这水里面来了吧？为了躲避我们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也是没有。你看，那算了吧。啊，他逃走了，我们下次呢再把他抓回来。那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